第二十七题，请问手机的电池放电时，何种图形较为不可能？从前面的叙述当中，我们晓得手机电池充电的时候要用直流电，充电的时候是要用直流电，那放电的时候也是产生直流电。直流电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电流的方向是固定的。那么我们的选项 A，我们的电流的方向有改变，它不是直流电。选项 B 呢，虽然大小有改变，可是方向都是同一个方向，所以选项 B 呢是可以的。选项 C 呢也是一样，虽然大小有改变，可是方向是同一个方向，这也是直流电，也是可以的。选项 D 就更没有问题了，它的大小没有改变，方向也没有改变，这是非常简单非常实在的直流电，所以选项 D 也是可以的。因此第27题问我们说，请问手机电池放电时，何种图形较为不可能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。